这其他三明治不一样做的。三明治，看见吗？嗯。他把球叼完扔我身上，我现在吃饭呢，大 Taylor， 等我吃完饭跟你玩好吗？嗯。Taylor， 你是德莫还是金毛啊？嗯。叫金德。金德。你耳朵呢？你耳朵哪儿去了？嗯？喂，出来了。这不是告诉你耳朵在这儿呢。哎，又出来一点儿。你耳朵为什么不立起来啊？嗯？立。哎呀，你又上我这儿来，不给。他还老使，本身你就耳朵就不立了，还使劲往后背，哎。等我。哎呀，这鸡蛋皮好难包啊。哇，这看着好饿。哎呦。哎呀，还剩点呢，吃干净了，去。妈呀，怎么那么明白呀？大聪明，哎呀，瞧我们这聪明的，大明白。哎，就除了耳朵不利。我们房车这个煤气有一罐用完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去灌一罐煤气。先把煤气罐摘下来，哇，这已经很轻了。这罐煤气主要就是用于做饭，我们几乎没用到别的方面，因为我们都是住营地，冰箱啊和热水器都用不到。这是一罐30磅的煤气，这一罐我们光做饭的话用了差不多有2个月左右，所以还是非常禁用的。我知道，我得找。对，好了，昨天我们是来到了佛莱附近的一个省公园，我们在这儿露营，所以今天我们去佛莱市里边转一圈，正好我们的煤气有一罐用完了，我们今天去把那个煤气给灌上。Hey, how are you? Okay, here you go. 就是所有的 Costco 都有灌气这种服务，而且呢还特别便宜，像我们这种30磅的也就20几块钱，要是20磅的也就是10几块钱，就是总之是很便宜。他啥时候给小票啊？他马上灌完了给。灌完了给啊？对啊。哦，他这灌完了给，完了他就放在这儿，这人里边儿交钱。哦。他是不是灌多少按数量？对，他不称重，他那个称重的。哦。称重，你给你灌多少，就按的是重量。哦。灌重量。不快，这个他灌的特别快。就是两分钟，你反正也就几分钟那么着。OK, thank you. 21.95块，全都便宜。哇，你看，那 Costco 人真多，一直从排到这儿。我把那些小件拿上去。Here you go. Yeah, pick it up. Here you go. 27. Okay.
好 ，Thank you。哎呦！就是那一片树林子里，昨天我在这儿就能看见这个。啊不，其实就这个片就是。哎呀，回来了！哎，哎，哎，好了，煤气罐给装上就行了。这有两个钢圈是固定这个煤气罐的，避免它在行驶过程当中移动。哎，这就没问题了。扔到个锅里给它煮煮。对，这个没准确看，但一般营地应该到十月底。这个太软了，可能是。放在火上煮，开锅以后中小火，因为我这个个头比较小，这边在加拿大这边我就没有见过国内这种大个的黄桃，都是偏小的，大个的大概煮15分钟左右，我这个开锅以后应该煮10分钟就已经可以了。好了，煮好了，等晾凉了以后给它装瓶就行了。好了，放凉了，就盛在罐子里头。这个就很大背景噪音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们来到是这省公园的一片沙滩，我们面前的这条河叫做圣约翰河。实际上这是一个水库，因为在那边有个大坝。有一个女孩下去玩那个 paddle 了。尝尝是那个味儿吧。黄桃罐头。个头有点小，买点大个。嗯，是那味儿不？果然是那个味道。我记着我小时候生病的时候就想吃罐头，咱小时候哈。嗯。哎呀，给。你吃吧。你吃吧。我吃了，我给你剩的这个。这些都是给我剩的。对。给我剩那么多。不能说给你剩的，可以给你留的。说剩的不好听，特意给你留的。哦，还是你会说话。你不玩拍斗去了？不玩了。玩一会儿还得打气儿，还得收。其实这水面玩拍斗也挺好的哈。对呀，这水面挺平的。嗯。你说它一躺下，这耳朵就立起来了。嗯。这以后你就躺着待着吧。哎呀！哎呀！切！这爽。
找一片没人的区域，让我家大狗子奔跑一会儿。去吧，跑去吧，去吧，玩去吧。Good boy, good boy, Taylor. 好的，哎，老婆辛苦了。哦，首长辛苦。忙活老半天了。首长辛苦，你不就是首长吗？是吗？所以我就说我辛苦了嘛。其实这时候在外边挺舒服的哈，好像蚊子也不没有之前那么多了。嗯。对，这个地儿好像还真是没什么蚊子。就感觉挺奇怪，有的营地那蚊子就特多，有的营地就比较少。嗯。嘿，你有点不像话啊！下去，快点下去！我眼巴巴的看着。我给你留肌肉了啊！我一会儿给你炒啊。你来块烙饼吧。吃不吃不知道，你给你一块吃尝尝。我吃这玩意儿比你吃那狗粮吃的都香啊。哎，你说他喝啤酒吗？给他他就舔，别给他，那不行，不能给狗狗喝这些东西。我给他倒一点，给他倒那桌子上，他舔舔。不能，对他们有伤害，是吧？乱放。微量的，让他品尝品尝。那不行。你不累呀、啊？你这么撑着，你不累呀、啊？你不累吗？换一边接着撑，那咱俩吃饭他也得守着啊、嗯、给不给他也得守着。我现在给你炒鸡肉去啊，
你跟姥姥一块吃啊。嗯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嗯。吃饭了。后来我爸才告诉我，我妈每天晚上就是要去，要实现自己的目标，实现自己的理想。Yes。但是去了以后，才发现那个被师等一下就描述过的，虽然生活不是诗，虽然生活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可以。给我提供那么好。哦，出去啊！走走走走，带你出去。走，带你出去啊、哦！哎呀，您咖啡喝完了哦？那是我的杯子是吗？对。香气过来，香气哦。